嘿，大家好，是志气。今天玩这台伪物语，它天井是1000转，5.5号机，纯真1.2而已。想说没有拍过影片，下来玩玩看，大概50美到80美吧。这个不知道是开牌还是什么，彩虹。开牌 bonus 框体还蛮算 OK， 看一下会漏几呢？红七，没有抓到，奇怪，它怎么会滑了下？伪物语只玩过了化物语而已，从这边抓好，有了，看可以几枚，一般大部分该都200枚吧。随便选一个模式，运气不错，投资没多少就有拍到影片。没按，没看到。真的很像那个化物语的 feel， 刚才也是莫名其妙就开牌，那个感觉就不会开的东西就开了，我也没撞到什么小意，黄色战士。这应该可以获得100枚左右而已。120-130枚吧。那个喇叭是在这样上面。蛮大声的。哦，这里变红色了哦，怪怪的都跑出来了，看会有什么后续的演出，还是加枚数吗？因为化物语是加枚数的，这一台不知道是不是也这样。枚数管理不是管数的，大家都知道枚数管理的很难万能啊，然后冻结也是乱烂，从以前看到现在冻结都是1000枚以内比较多，多1-2000枚而已，很少有那种很好给力的冻结。怪怪，好，结束了。那目前这边还是怪怪，看等一下有没有打架。怪异，注意，一直越多怪异越好。没意外是怪，真的是怪。
吹台，不知道有没有台友玩过了。这个我也还没看攻略，直接先打了再说，应该都差不多，跟化物语蛮像，有 feel。铜钟上面的铜钟，再来，西瓜吗？西瓜没抓到，他的西瓜是要抓哪一个？舞台移动，有点高血的 feel。再来一个怪，一堆怪异，再来再来，继续不要停，投一下代币。这个没有开分的，所以对我来讲，影片比较难拍，不能用移分的方式。应该等一下就要接打架演出了，白色的刺。打架，过一下，怪怪的哦。升格吗？升格，绿色，所以再次红色就很有机会了。三个没有。快点，三个一下。小玉。有了，分格。不给分格。よし。准备打架。哦，那个好像没穿内衣，我看到他的头。游戏二，迷惑中。输了。正常演出。可惜没有升格到红色，现在还是一样，又有怪异的东西出现。这好像跟化物语很像，就是让你感觉都有讯号，很难弃台，一直打一直打，然后又小高血，然后打架又一直输，然后就莫名其妙升级。等一下再一次的打架演出，我没过我要弃台了，主要是拍个影片分享而已，
因为多少还是有蛮多台友没玩过的。怪异一直出现，没代币了，投一下。这边准备了一袋来拍影片，大概有1700年左右，咬蛮多去了。然后这边这一台之前有拍过影片很久了，虎面人，我也是蛮喜欢玩的一台，在里面很容易看到豹纹，因为它就叫虎面人，所以豹纹是一个我觉得还蛮常会出现的一个东西。然后最多好像有漏过3000多枚吧，忘记了，好像也有一次一集就加300种。换场景没有，一样是怪异一直出现。怪异啊，奇怪，那个怪异一直不消失，一直要骗你。纯真 1.2 真的玩不太下去。然后这种可以万美也都是一个奇迹吧，天选之人才有办法万美。好的，怪异终于不见了，也没什么 feel，直接给他弃台啊，没什么特殊的东西，反正主要是拍一下那个开牌的画面分享而已。好了，真的没东西，那我们影片先到这边结束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再欢迎留言经验分享。没开牌就是无聊，没拿题就是无聊。好，就先到这样，谢谢大家。刚才剩大概6枚的时候要弃台了，突然又有打架演出，看会不会过。白字。果然没过，刚才不知道怎么开了，刚才也是都没什么东西就开牌，傻眼。那已经开牌后的第二次打架了，一样果断弃台，留给有缘人，因为这个纯真太低了，纯真 1.2 你也不可能漏个3-5千秒。只清晒
休憩しようか。大奶奶这个身材不科学，我们一直在侵占，然后又按这个。疯狂侵占，侵占他咯，又侵占了，一直侵占，14有了吧？终于换有同宗了，又是侵占，哦，很难弃台呢。这样我是要怎么弃台？一直侵占同宗，还要按这个。他在攻杀小，看不懂。有没有扯疯狂侵占？我这边没数，一直维持在这里，不给我弃台。终于没侵占了，又来了侵占。侵债不用钱，侵债不用钱啊，还漏代币啊，不给弃台吗？好了，开始正常了，开始在咬了。这个有没有穿内裤啊？大家看一下，他脚没有开，感觉像没穿呢。好了，器材影片先到这边，没 feel 啊。